上古之时，魔族入侵，一时间众生浩劫，直到一位神秘人现身战场，力挡群魔攻势。神族之首九天玄女及各族神器反攻魔族，得神器相助，战局中出现转机。四族吹响了反击的号角，恐惧、战乱、觉醒、希望，最终在神秘人的帮助下，各族合力将魔族封印。此后，神秘人为避免灾难再次降临，而将筑起之道传于世间。随即，各大宗门广收门徒，弘扬筑起之道，修仙除魔，维护正义的大任，又将由谁肩负？